是讲到第37.4哈，那这里头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告诉你说，你可以讲，你可以 exactly 去算出那个双狭缝干涉的那个强度随位置变化哈，所以这是 double slit。Double slit 的这个 interference 哈，那 double slit interference 的话，就是说，你可能大家在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基本上有学过嘛，就是它，简单的分析方法就是说，它假设有两个狭缝，对不对？然后你在很远的地方放一个瀑布的话，哈，那在中间这个亮点的话就怎样，他就说哎，这个所谓的路光程差，对不对？他重点要教你光程差，这光程差是一样，然后如果你再往上走会经过暗点，然后再来再下一个亮点，那他告诉你哎，这个光程差就会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就叫你去画这个三角形，那它的重点都是什么？都是布幕很远，然后这个狭缝的狭缝与狭缝距离是很近，非常近的一个概念，所以你可以讲，你可以用一些这个小角度的假设，比如说这个小的角度哈，西塔角就跟什么，跟这个另外你对这个什么，对这个三角形哈来做图的话，这个小的角度，这个西塔角是可以讲可以相等的哈，所以可以这个找到所谓的加强性干涉跟那个相交性干涉，这是大概高中的一个 picture 哈，然后你们大家都会。那我们主要是告诉你说，这个整个强度随这个位置变化，比如说你这边假设一般用一个高度 y 啊，随着 y 变化，那你可以这样，你可以 exactly 把它算出来。那怎么算出来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什么一个波的叠加的运算而已哈，就是你假设其中这个波就是什么，就是正常写法应该写什么？写说它的电场跟磁场嘛哈。那我们一般就是简略的写法哈，就是说你原本应该写出来它电场可能在某个方向，然后一个10，然后一个 cosine， 然后 k 写我们一个 t， 正常要完整的写下来哈。那我们把它简化哈，简化，因为反正它的电场造成磁场，所以磁场就懒得写就不写了。好，那这个10其实就是一个正母，就写一个 a 而已哈。OK。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波跟这个波怎样同时这样，同时会这个在 y 的高度上做干涉或绕射，所以我只要考虑两个波做干涉的问题，所以假设这个波是10的话，那这个波就怎样，就利用这个光程差哈，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光程差，对不对？光程差造成一个什么？造成一个小的这个相位的不同，对不对 ？delta， 好，所以我就可以把下面这一道光呢，就怎样？就弄成上面这一道光10 cosine， 然后 kx 减掉 omega t， 然后怎样再加上 delta， 就这么简单，把它简化掉了。然后呢，简化掉之后，下一个就怎样，就要算这个你看到的光，对不对？看到光是什么？看到强度，对不对？看到什么？你眼睛看到就是强度，对不对？看到 i intensity。那我们在前面几章里面有学到过嘛，就 I 是啊 ，I 是等于什么？等于 C 乘上 UEM 嘛，哈，电磁波的单位体积的能量乘上光速就是 I 了，哈，对不对？就是 intensity 啦。好，所以 exactly 写应该讲应该是要全部都要照写哈，写一个光速乘上这个 UEM， 然后像之前的做法，比如说这个 UEM 最后等于什么？等于这个电场加磁场本来应该是两倍，对不对？两倍的二分之一倍 epsilon 零，然后10的平方，对不对？好，然后再来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平均值啊。正常 UEM 是一个随空间跟随时间在那里震荡它本来应该写出来应该什么？应该是电磁波是这个10 cosine k 减 omega t， 然后正常应该写法是二分之一倍的 epsilon 零，然后10的平方。然后 cosine 平方，然后 kx 再减掉 omega t， 正常应该这样写了哈。然后呢，这个乘两倍是什么？是加入这个磁场的能量。然后再来呢，还要乘上一个二分之一是什么？是这个东西的平均的概念哈，平均。
啊，那上次也有同学问，平均什么？平均的话就是，如果它是这样有空间跟时间的一个震荡的话，那平均的算法就有两种哈，就是这个很在从前都有交代过。第一种就是说你想要在时间的地方平均，时间平均哈，时间来平均。那第二种是你在空间上做平均，好。那时间上平均的话，就讲你就要让空间不要动来动去嘛，所以你要在某一个点去观察它。那一般就讲就是在 x 等于0去观察它就好了，啊，简化掉，就是你就不用再计算它 x 不会变来变去，但是在某个点嘛，那某个点你要取哪个点，就最简单就 x 等于0。啊，所以你要做时间平均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啊 t 分之一哈，然后怎样积分0到这个周期，然后呢就把它设为 x 等于0哈，那。反正前面都是一些常数照抄嘛，你就看你要不要写。那后面就是什么？后面就是 cosine 平方，好，然后负的 omega t， 然后这个 dt 这样的一个平均。好，那我们也告诉大家过，这种平均算出来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二分之一啊，就不要一直算哈，对不对？那答案就是二分之一减一加 cosine 两倍角嘛，对不对？然后二分之一的积分是二分之 t 除以 t 就二分之一就有用。其他就没有用，所以就是最后我就说，这个就是二分之一，所以就没有算这个东西的平均值，答案就二分之一哈。OK， 好，所以就没有再仔细算了。那空间平均可不可以算？可以啊，哈，一样的呀，就是空间上的一个周期是波长，对不对？啊，零到一个波长，那一样嘛，一样是这个在时间为零的地方哈 ，cosine 平方哈，变成是 kx， 好 ，k 就是那哪分之二派嘛哈，那哪分之二派哈，然后。这个 dx 那一样，它算出来的答案还是什么？还是等于二分之一，所以不管你用时间平均或空间平均，你都会得到一个二分之一，所以这个掉下来就是一个二分之一了。OK， 好，所以就是啊，这个跟电场的平方有关，然后呢，前面乘上一些参数啊，大概乘下来就变成这个二分之一倍的 epsilon 零乘上光速，然后就是什么？就是代表强度。所以强度是怎样？是 proportional to 这个波函数的平方，好，波函数的平方，10 cos kx 减掉 omega t， 好，这个波函数怎样？把它平方之后，然后做一个时间或者是空间的平均的计算，好，最后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结果，好，所以。未来啊，就是进到量子物理以后一样哈，这个 intensity 就是什么，就最后变成你可以找到粒子多少颗粒子的几率的问题，哦，那这个 intensity 跟什么有关？就跟在微观里面的波函数的平方，然后呢一样取什么空间或时间上平均，就会找到那个粒子的几率就跑出来，哦，所以这个重点在这边了哈 ，OK。好，那有这个概念之后呢，你就可以回去算啊，算你刚刚的要做这两道光的一个干涉的这个强度哈，这边亮，这边暗，这边亮，这边暗，要怎么算出来呢？好，怎么把它算出来？那你已经可以用这个 delta 来表示什么？表示它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好，它的相位差是多少，对不对？那这 delta 我们可以用那个的高中的那个概念来算，对不对 ？delta 你可以用什么？用这个。它的这个大小哈 ，delta 可以用这个原本的高中的概念来看哦，就是二派乘上 d sin 西塔再除以这个难达哈，然后这个再把什么，再把这个 sin 西塔再稍微啊用这个tangent 西塔来表示，对不对？从这边看过去是 sin 西塔哈，然后这边看过来是 tangent 西塔哈。那 tangent 西塔是什么？就是 d 分之 y， 好，就是一个 d 分之 y 的一个概念，可以表示出 delta。所以 delta 已经是 exactly 啊，你用高中的概念就可以算出 delta 来。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两个要怎么干涉？好，然后随着这个 delta 啊，那其实就随着 y 的高度慢慢上去的时候，它怎么样亮暗亮暗亮，怎么样去表示出它的那个强度的变化，好，所以下一部分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两道光已经出来了，那如果我们要算总强度，所以接下来要算总强度 I total， 好，那 I total 变成说有两种算法，
一种算法是什么？是干涉过后才讲，才去算强度。哦，那另一种算法是什么？就是完全不干涉就去算强度。那什么叫干涉？干涉的概念是什么？啊，对，叠加。它看概念上就是说，它是波直接叠加，而不是强度叠加。所谓的干涉就是什么？就是你在还没有算出强度之前，你先算总波函数。总波函数，好。所以第一种算法就是说，哎，那你这个各自叠加，好 ，I1 加 I2 加，好，那你去算。I1 加 I2 的话就怎样，就是 proportional to 这个啦。我们后来就告诉你，哎，简单的看，因为反正有一个光速乘上 epsilon 零，然后有什么二分之一那些常数。那实际上什么？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的一个平方，好，然后怎样做一个这个 average 啊？所以我后来就告诉你，哎，就这样算法，就是一零平方，然后 cos 平方，然后 kx 减 omega t， 啊，做一个什么？做一个 time average 或者是这个 special average。那另外一个什么？另外就是加一零平方，然后 cos 平方，然后 kx 减掉 omega t， 再加 delta 哈。那这个东西你也都会算哦，它基本上等于什么？它基本上就等于这个啊，一零平方乘上这个平均起来就二分之一哦，所以它是二分之一倍的一零平方，再加上二分之一倍的一零平方哈，你可以算出它的这个大小来哈。那如果你考虑的干涉绕射，也就是说总波函数先算出来再算强度，那答案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要看的，就这个算出来呀，跟 y 的高度完全无关，好，完全没有干涉绕射哈，就上面各自强度相加就完全没有干涉绕射。那下面的话什么是算总波函数哈，就是 total wave function。那 total wave function 的话就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两个波函数相加，就一个是一零，好，然后 cosine kx 减掉 omega t。然后再加上这个一零 cos 这个 kx 减 omega t， 再加上 delta 哈，然后再来是这个和差化积积化和差哈，那我有点忘记怎么背了哈，所以 cos 加 cos 我稍微换一下，换成 sin 加 sin 比较简单哈 ，OK 哈，稍微作弊一下 ，sin 也比较好算了 ，sin 加 sin， 好，那一样，这个 sin 换过去的话，答案是一样 OK。OK， 通常我们都会写比较好算的哦，然后只是告诉你算出来的答案是什么样，所以sin加sin答案就什么变成是二 a， 好，两倍的一零，然后就是 cos 二分之一哦，二分之 delta， 然后再乘上好，乘上 sin， 然后一样除以二以后答案是一样 ，k 减 omega t， 再加上二分之 delta， 啊，这个就很好算了哈。OK， 好，那接下来呢就什么？就是你算出来的这个总波函数，然后呢，你要算什么？算强度嘛。所以一样的强度讲 proportional to 什么？总波函数的平方哦，所以这个是四倍的一零的平方，然后 cos 平方，然后二分之 delta， 然后再讲再 sin 平方，哦 kx 减 omega t， 然后再讲再加上二分之 delta， 然后讲要记得做什么？做一个Time average 或者是 special average 把它做一个平均，平均算出来，那最后你就可以找到什么？找到那随着 y 高度那个强度的变化的关系式会跑出来，所以这个 intensity 的概念你就可以算出来了。那算出来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个 I total 就 proportional to 这个四倍的一零平方。然后 cos 平方，然后二分之 delta 哈，那二分之 delta 的话，你就换一下哈，你刚刚已经算了这个delta 哈，可以用什么？用你原本这个高中的时候的一个算法哈，所以你就直接把这个 delta 怎样 ？delta 把它除以二哈，变成二分之 delta 变成 pi， 然后 dy 再除以 lambda d 哦，所以你看到什么？看到在 y 等于零的地方就是 cos。平方就是一哈，这边还有一个乘二分之一的哈 ，OK，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平方哈 ，sin 平方这个
k 减 omega t 加二分之 delta 哦，那个平均值就是二分之一了哈。OK， 所以这 proportional to 这个两倍的哈，一零平方 cosine 平方，还有个 pi dy 那哪 d 哦，那这个 y 就是什么 ？y 就是这个高度啦，哦，所以你随着 y 值哈，高度的变化，你就会就 intensity 就会变强变弱哈。当你的 y 等于零的时候，你就有一个 cosine 零就是一哈，这个最强的。好，然后慢慢的上去呢，你会有一个相消性干涉哈。好，当这个 cosine 函数等于这个二分之 pi 的时候，就相消性干涉。然后再来 cosine 函数变成 pi 的时候，又有一个相长性干涉，然后又相消性干涉，相长性干涉哈。OK， 所以你可以 exactly 算出来你要的哦，你要的这个强度随 y 的高度的一个变化哈。所以这个是等于你在大学哈所要多学习的一个计算强度的概念哈。那这个还是很简单哈，它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接下来我们算那个绕射，好，绕射就很特别，对不对？它强度慢慢就 decay 掉，好，那这个就是必须要采用这个新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方式啊，像这个东西都还很好算嘛，就是顶多就要背这个和差化积，这个 sin 加 sin 哦，啊，背一下啊，就可以算出这个答案来哈。OK， 那后面的话你会遇到什么？遇到更广泛的一个波的一个叠加，那波的叠加如果把它推广哈，推广，比如说你原本是刚刚算的这种都是相同振幅，一个 a sin kx 减 omega t， 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是相同振幅 a sin kx 减 omega t， 然后呢再加上 delta 哈，相同振幅，这个你都会算了，你就用那个这个什么和差化积那些公式可以算出来。那万一呢变成什么？变成一个振幅是 a1。另外一个振幅是 A2， 那怎么计算？这怎么算？如果一个是 A1， 一个是 A2， 那怎么算？有没有记得啊？叠合要怎么叠合？就是先把这个拆掉是 ？A1 跟 A2 把它。A1 平方 A2 平方把它拆根号是不是根号，然后最后变成角度是不是，好像算不出来啊，对啊，对啊，用贝斯是没有，对对啊，你很厉害，你 学了以后就可以活用，好好，最后真的可以算就是贝斯，所以我说你再下一步了吗？这么简单的算法没了，没办法算下去了啊！必须要用 phasor 的方法来算了。那 phasor 的话就是说，这 k 减 omega t， 好，或者任何一个 omega t， 好，反正随时间变化、随位置变化的这个参数，你可以讲把它 fix 住，固定住。固定住的话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角度而已了哈。所以你可以假设说它就是一个 alpha 角哈，假设它是一个固定住的角度 alpha 角，好，所以基本上你会有两个。这个类似向量啊，就是说 phasor 刚才就是说你看到的是什么，是它在x 轴上的投影，那实际上它 y 轴上还有分量，好，它只是告诉你它原本就是一个二维向量，好，那你就回到二维空间里面去做一个叠加的概念而已， OK， 好，所以我们来算一下 phasor 的概念啊，那一般你 x 轴上你习惯用 cosine 啊，所以我就回到 cosine 啊，就是让你回到你习惯的这个用法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啊，所以我们假设要算一个 a1cosine， 然后本来是 kx 减 omega t 哈，我们把它换成一个固定位置、固定时间，把它当作一个角度哈，变成 alpha， 然后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是kx 减 omega t， 好，然后我们直接换成 cosine 比较直接，因为 x 轴上是 cosine 哈 ，OK， 好，然后另外一个就 kx 减 omega t 还是一样 alpha， 但是呢你多了一个角度 delta 哈 ，OK， 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两个波函数的相加。好，你就可以讲，你就可以进到所谓的 phasor， 就是什么，就是二维向量概念啊，就画一个二维向量，然后呢，你就这样，就习惯哈，就是 cosine alpha 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一个角度，然后 x 轴上的一个分量，好，所以你就可以去画出它这个a1， 好 ，a1 就是一个向量的一个大小，好 a1， 然后再来它是 x 轴上的分量嘛，好，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 cosine alpha 是什么？就这边有一个 alpha 角，好，这就是 a1 的一个向量概念，然后投影在 x 轴上。那 a2 呢 ？a2 本
本来当然是要从这个圆点画，但是你现在要做什么？做向量相加哈，两个向量相加。所以向量相加的话，本来在这个地方画的就要两向移过去哈。本来正常应该是阿尔法加德尔塔，应该是这样的呗。哦，这边有个阿尔法加德尔塔，然后这边有个向量哈。那你现在要做向量相加嘛？你就移过去哈，在这边画一个好像是一个这个新的这个圆点的概念了哈。然后原本阿尔法在这个地方哈。然后后来呢？后来变成阿尔法加德尔塔，变成这样移过来哈，变成一个阿尔法加德尔塔，好。然后下一个就是你要算的是什么？算的是哎，这两个相加之后它的什么？它的这个总向量大小为多少？所以后面就是你要算这个三角形哈，从这边到达这里哈，就是头尾这样接起来而已哈，没有什么特别。好，然后问你说这个向量它的大小是多少哈？然后角度是多少？所以你可以讲，你可以先。让这个你要计算的向量叫做大 A 哈，好，那原本这两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A1 好，然后夹角是 Alpha， 另外一个是 A2 哦，然后夹角是一个 Alpha 以外再加上一个 Delta， 所以这边是 Alpha 加上 Delta，OK，、OK、然后呢，你最后你要算的是大 A 好，然后另外大 A 跟什么？跟这个X 轴的夹角呢？好，变成什么？变成是 alpha 加上一个 delta prime 了哈。OK， 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你要算 a 等于多少哈？然后 delta prime 等于多少哈？把它算出来而已哈，就没有太大的困难。那最后算完后，你再回去还原，没有 alpha 会 alpha 什么 ？alpha 就是 k x omega t 哈，再还原回去，好，找出原本的波函数而已哈。OK， 好，那算 a 的话，这个很简单哈。a 的话就是你已经有 a1 有 a2 的话。好，然后这是 delta， 好，所以这个就是派减 delta。啊，派减 delta 的话，好，你之前学过，就是说三角形的第三个边，哈，就是 a 的边长平方等于什么？等于 a1 的平方加上 a2 的平方，然后减掉两倍的什么 a1 a2， 然后是什么 cosine 这个它的角度，哈，角度变成派减 delta， 好，派减 delta 的角度 ，OK， 好。所以第一个 a 好就可以算出来，这边开根号也好，把它重新写一下。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你要算这个delta prime 哦，正常应该是alpha 加 delta prime 才对哈 ，alpha 加 delta prime，OK，、okay, 好，你要算这个角度 alpha 加 delta prime， 那算出来后，当然已经知道 alpha 是多少，就剩下 delta prime 就可以算出来哈 ，OK， 好，那要怎么算呢？就这样，就是利用另外一个三角形而已哈，没有什么特别。就刚刚你这个向量本身有一个高度哈，然后这个向量有一个高度好，然后接下来把它围起来哈，就变成一个大的一个正三角形哈。那这大正三角形里面你会有什么？你会有一个tangent 这个角度哈 ，tangent 角度是什么？是这个 alpha 加上 delta prime 哈 ，alpha 加 delta prime。那这 alpha 加 delta prime 的话，就变成什么？变成是你有这两个高度相加哈。然后再讲，再除以这个两个这个另外一个边长相加哈、哦、，OK， 那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一个就是什么，一个是 A1， 然后是sin alpha， 好、哦，然后再加上 A2， 然后 sin alpha 加上 delta， 好、哦，然后再除以什么？除以 A1 cosine alpha。然后再加上这个 A2， 然后 cosine alpha 再加上 delta 你就可以算出这个 alpha 加 delta。那再来再利用这个 tensor 的phasor， 抱歉 ，phasor 的计算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技巧哈。那个技巧就是说，哎，有时候这样，有时候你可以让那个位置跟时间刚好等于零。那位置跟时间等于零的话，就怎样？会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角度 alpha 就是等于零哈。那等于零的话，就是它塌下来哈，没有什么特别。好，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在这个 phasor 的空间里面，它塌下来，塌下来的话变成是 A1 是在这个位置哈。然后这时候 A2 是加一个 delta 角 ，A2 是这个边的一个 delta 角。好，那这个就是你最后要的 A 了哈。然后这个就是你要的这个 delta prime 哦。所以有时候。为了要简化你的什么，你的这个计算，我们会让 x 等于零 ，t 等于零，然后你可以这个更简单的找出 a， 那这个 a 算法还是一样嘛，还是 a1 平方 ，a2 平方，然后那个 cos 减掉2 a1 a2 cosine 这个派减 delta，
好，那但是这时候的 tangent delta plane 就简单哈 ，tangent delta plane 就可以讲，就可以变成是这个高度为哈，这高度的话是什么？就是这个 A2 的一个 sin delta， 好，然后再讲再除以这个 A1， 再加上 A2 的一个 cosine delta 的一个计算哈，所以这边只是告诉你说你要讲你要进到这个二维向量空间里面去，然后去做什么？做一个向量的一个计算，就是所谓的 phasor 的一个计算哈。OK， 好，那后面有一个 example 就是要让你利用 phasor 去算两个波函数的一个叠加哈，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哈。他说啊，假设现在有两个波函数哈，第一个波函数是正模是 A0 的哈，然后它的这个k h omega t 还是一样写成 sin alpha， 然后第二个波函数是也是 A0 哈，然后。这个写成 sin alpha 加 delta， 啊，这刚好两个正模是一样，其实是这样，其实是更简单，你可以直接那个用这个核差化机哈，或者是这个核角公式那些方法算就可以算出来。那这只是让你练习一下，说你在二维空间里面画出这个 phasor 的图，然后去解这个问题哈。那你一样可以去画这个图哈，比如说在二维空间里面哈，然后。像这边就用到 sin 哈，其实 sin 跟 cos 就是一体的两面啦，就是你把它当作相同就好，反正它就是一个向量。好 ，OK， 那这个 A 0 sin alpha 的话，你就这样，你就先画一个什么，画一个这个长度，然后这边有个角度 alpha， 哦，这个就是长度代表 A 0， 然后这个角度代表这个 alpha 哈，然后再来呢，你要跟这 A 0 sin alpha 到 delta 做叠加哈，所以原本是水平的哈。然后这边上去是 alpha， 然后你又讲又再多一点点哈，一个 alpha 加 delta， 所以这边是一个alpha 加 delta 的一个大小哈，那刚好这个长度是一模一样哈，所以这个也是 A0 哈， OK， 那这时候你可以讲可以利用你之前所学的一些几何的分析哈，可以讲可以简单的去找到这个答案哈，几何分析里头你说如果这两个长度一样的话，对不对？好，那你就可以这个不用算那么辛苦啊。这个就是这个外角 delta 的话，那这个就是这样，就是相加就是这个外角哈，所以变成它是二分之 delta 就可以分析出来哈。那这二分之 delta 分析出来的话，你可以讲可以去算一下说它的这个角度是多少哈，这个角度，它这个角度算出来以后呢，你可以讲你可以利用原本的 A 0好，然后乘上什么？乘上 cosine 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算出长度哈。所以乘两倍就是这个 a1 哦，所以变成这个2a0 的一个 cosine 二分之 delta 哈，所以可以很容易就算出来。我想这个就大家在几何的这个问题里面，你们都有学过这个问题哈，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哈。OK。好，所以这边引进了一个 phasor 的计算方式啊。那为什么要引进 phasor？ 因为你下一个章节马上就要用到。我们在算那个绕射的时候算不出来，好，没有办法用这个核差化机那些东西算出来，好，算不出来，一定要用 phasor 算，好，所以必须要在现在再提醒你一下，好， phasor 怎么样算 ？OK， 好，那。在进到下一章之前，我们最后面还有一个干涉的一些物理的 picture 哈，就是说你们有时候会看到什么？看到这个某些狭小的空间里面会有光的一个亮暗亮暗的一个波纹哦。那这亮暗亮暗的这个波纹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好，那要讲这个之前，我们必须要稍微 review 一下我们从前所学过的那个所谓的行进波碰撞到界面的时候，会有一个是入射波，还有一个是反射波。好，那我们之前在讲这个时候，我们是用细绳跟粗绳来讲，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他说我们说，假设有一个细的绳子跟一个什么，跟一个粗的绳子。好，那它可能波，我们假设都是从左边往右边跑了哈，往右边跑，那它可能是细绳接粗绳，也可能是粗绳接细绳，好，然后波一样从左边往右边跑，好，那我们之前就学到过什么，就是
当这个波在细绳里面跑是怎样？是比较快比较慢？在这里面跑是什么？是波快对不对？还是波慢？啊？波快，啊，它基本上它速度是跟什么？跟根号 t 除以 mu 有关吗？还记不记得？啊 ，mu 是那个单位长度的质量，啊，所以当然 t 拉的越紧，它也是速度会越快哈。OK， 所以越细的绳啊，单位长度质量越小，它的波速比较快；那越粗的绳，它讲它波速比较慢。哦，所以这边就要开始有一些。这个等于是有一点那个口诀啦，就是波快跟波慢的问题哦。OK， 那我们之前学到了嘛，就是如果有一个入射波从波快撞波慢的话，哦，那它透射波当然都没问题，透射穿透过去的波都是同一个相位，但是它的什么？它的反射波会讲，会有一个负号。记得吧？然后我们说这个负号是什么？就是它有一个拍啊，180度角的相位差。好，我们那时候告诉你说，哎，这个波快撞到波慢，它的什么反射波会有一个什么180度角的相位差，还记得吗？好，那如果是波慢撞波快呢？波慢撞波快的话，这个过去。撞了以后，穿透波也往右边走，是同一个 face， 反射波还是一样，往左边走也同一个 face 哈，没有180度角的相位差。好，然后那时候我们怎么推导？哦，啊，很简单啊，很简单的推导就是波函数对不对？波函数这个就是左边介质，然后我们就分为入射波。然后分为反射波，再分为透射波，分三个嘛，对不对？好，然后入射进来的波，我们就说它是一个 A， 好，然后什么一个是 sin， 然后 kx 减 omega t， 对不对？好，往右边走就是减的嘛。好，然后现在我们要先确定什么？确定这个波这样整个过去的时候。他讲，他应该有一个东西不变，还有一个东西要变哦。这东西就是什么？一个 k 跟 omega 嘛，对不对？然后波从左边到右边通过去的时候，他讲他要一起，绳子必须要粗绳跟细绳必须要一起震荡嘛。一起震荡的话代表什么？代表这个 omega 左边跟右边一定相同嘛，对不对？好，频率或者角速度一定要一样。啊，但是这个速度慢啊，波慢就波快啊，啊，那但是那个速度 v 等于什么？等于 omega 除以 k 啊，那 omega 一样啦，那速度不一样啊，那一定什么？一定 k 不一样啊，对啊 ，k 不一样，所以这边会有什么？会有一个 k 左边啊，这边会有 k 右边啊，对吧？所以 k 要不一样，好，那入射波从左边过来嘛，所以是振幅是 a， 然后它是左边嘛，所以是 kl。x 减 omega t， 好，然后呢，它的反射波是往回走嘛，所以是 b 对不对？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sin， 然后也是 kl x， 然后它往左边走的话，这样是本来是要加 omega t， 但我们那时候不是跟你讲说，你为了让在 x 等于零的地方它一起震荡了吗？不要让它反过来震荡，所以你用负的减 omega t，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东西？这样还有一起震荡 ，x 等于零，它一起震荡。然后最后一个什么？还有一个透射波是 c， 然后 sin 什么 ？kr x 减掉 omega t 哈，就是很简单的写三个波函数。然后呢，接下来所有的波的叠加的概念是什么？是在 x 等于零的地方，波要做一个叠加，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波的这个微分啊，一次微分要连续，对不对？哈，原本的函数连续。然后一次微分连续，哈，这个大概你们微积分已经讲多次哈 ，OK， 那一样是套用相同的概念哈，就是原本的函数，哦，原本函数什么，就是在这个x 等于零的地方，你就发现到什么，发现到它的原本函数一个是 a，
好，左边是 A， 然后 sin 负 omega t， 好，然后左边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是 B， 然后 x 等于零的时候也是 sin 负 omega t， 那右边的话是什么？是只有 c， 然后 x 等于零的话是 sin 负 omega t， 好 ，OK， 然后再来是什么？再来是一次微分，就是那个斜率啊，斜率部分要连续，不然的话那个绳子会有应力会断掉，哦，所以一次微分啊什么？对 x 方向。对 x 微分的话是这样，跑出一个 kl， 所以这边是 kl， 然后这边是 a， 然后微分以后变成 cosine 了，然后还是一个负 omega t， 然后再来是什么？再来是这边负 kl， 然后乘上 b， 然后 cosine， 然后一样是负 omega t， 好，然后最后等于什么？等于这个右边是 kr， 然后 c， 然后 cosine。然后负 omega t 哈，所以这是什么？在 x 等于零的地方啊，因为只有在 x 等于零的地方的时候，它怎样？两个这个波会怎样？会互相碰到嘛？你这个波过来的时候，在这边的时候，哎，你要往上，它这边就要往上嘛，然后往下，然后这边的波会有什么？会有一个是入射波，一个什么？一个是反射波，两个加起来的波，那右边就是透射波，那这个高度就是左边就是入射波跟反射波。的造成的入射反射，那右边那个高度是透射，好，那两个要把它连起来，所以最后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式子，一个所谓的 a 加 b 等于 c， 好，然后另外一个什么，一个是 kl 乘上 a 减 b， kl 乘上 a 减 b 会等于这个 kr乘上这个 c， 那然后呢，你可以讲，可以算出这个 b 来，现在是 a 已知， a 是一个入射的波，当然是已知，你假设送进去的波振幅是固定的，已知的，那现在要看什么？看那个反射波，因为反射波才会有问题，这边反射波有一个反向，我们要那个了解一下反向原因是什么，所以你可以算出来这个 b 啊，哈 ，b 的话我就不算哦 ，kl 减掉 kr， 然后再除以什么？除以 kl 加上 kr， 哦，然后乘上入射波的振幅 a 哈，然后把它改一改了哈，这基本上这个 k， 然后再讲再除以 omega， 然后最后变成跟速度分之一有关，然后再讲再乘上一个光速哈，会变成是。index of refraction 变成 nl 减掉 nr 除以什么？除以这个 nl 加上 nr 再乘上 a， 好，那这就是光学的，就我们从绳子的绳波进到什么？进到光波了，就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假设左边是一个介质 nl，右边是另外一个介质 nr， 然后这时候光打过来以后，它就会有一个穿透过的透射光跟返回来的反射光，那这里头就有趣了，它告诉你说当 nl 小于 nr， 什么叫 nl 小于 nr？比较小的波速快还是波速慢？波快，所以很简单啦，我们的这个口诀就是什么？波快撞波慢，碰撞的撞，波慢，波速快的地方，的介质撞到波速慢的介质，结果呢，他讲它反射波里面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180度角的相位差，这样可以吗？好，就这么简单。你看 ，nl 小于 nr 的话，怎样？这是不是一个负号？负号的话代表什么？代表 b 往回走的这个反射波，它的什么？它的这个波是反向的，反过来，那反过来就是在这边画出来，就是反过来，反过来的话就是180度角的相位差，所以这边告诉你说，如果波快撞波慢的话，你就会有一个
180度角向为上。好，那你有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后面就很简单，就可以很快的帮你把 37.6 的那些光学的干涉的图形全部都把它交代完。OK。好，所以这边有一个概念，就波块撞波幔就180度角相位差，那波幔撞波块就没有反射波，就没有那180度角相位差。好，那后面就可以开始解问题了。好，就很简单，你看，假设你第一个 case 是简单的一个介质，然后呢你有一个光，好，碰到这个介质的表面，好，这个介质可以是水啦，水有一个 index of refraction， 好，你也可以是玻璃，玻璃有一个 index of refraction， 反正它都是光在里面跑，都是比较慢的一个介质， OK。 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 case 就是说只有一个介质，然后造成这个光的这个干涉的实验， OK。 一个介质，然后光的干涉，那只有一个介质的话， 它怎么样造成光的干涉，它这时候就说，它会有两道光，好，然后因为光程差，然后造成干涉的现象，好，所以第一道光通常都是什么？都是直接碰到这个介质，哈，就这是玻璃好了，玻璃 glass， 好，那它有个跟空气不一样的 air， 哈。跟 air 不一样的这个 index of refraction， 好，那光一打过来的时候，它这样，它会有一个第一道光可以讲可以反射，然后第二道光怎样，它可以碰进到这个玻璃以后，然后在玻璃跟空气界面中，哦，再讲再反射出去，那第二道光跟第一道光就会做一个干涉，好。那你就看起来就会看到这个亮的或者是看到暗的，那当然这干涉的效果的这个亮或暗就 depend on 它的光程差，所以下一个你就要看一和二，光一跟光二之间的什么间的一个光程差，好，那光程差的话就很简单，你就想到假设这个玻璃的厚度，当然这玻璃要比较薄才会看到这些那个现象，假设它的厚度是 T 好了，你想到说，这个第二道光，对不对，光二多走了两倍的 T， 对不对，两倍的 T 的这个往下走的往上走嘛，大概多走了，它有一个斜斜的角度，当然你假设的角度不大，所以我们先简单估计就往下走往上走的两倍的 T 而已， OK。 那这两倍的 T 的话，你就想说，那这就是它会多一个什么，多一个相位差 Delta， 就等于什么，等于两倍的 T 除以什么，除以这光，这光的这个波长，好，那当然，我们后面会继续讲，就是你要什么，你要一个单波长光源才会看到这些干涉绕射，所以一般都是单一波长，就是固定一个波长lambda光射进来才会看到这个干涉绕射图，所以会有一个 2T 乘上lambda，乘上什么，乘上 2π， OK。 好，那后面就要判断了，是加强性干涉或者相向性干涉，好，这个你们是不是高中都学过，有没有啊？没有，应该有部分 学过。那 我唯一要讲，就是我为什么讲这边，我现在告诉你说这错的一个判断，那怎样错的一个判断，就是好，这答案是 2T 除以 lambda 等于2乘 2π， 对不对，当它等于 2π 的时候是亮，等于 π 的时候是暗，这样对不对啊？对或不对？不对，那为什么？这边有一个问题，对啊，唯一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而已，就是波块撞波幔的时候，第一道波长已经有了加拍的问题啦，加拍啦，所以第二道波你要考虑到第一道波已经加拍了，所以你讲你是拍的时候反而是亮的，所以这个 delta
如果这样，如果是算出来是拍的时候，反而讲，反而不是暗的，反而是亮。然后呢，如果是讲，如果是这个二拍的话，哈，二拍的整数倍啊，反而是暗的。哦，所以这边的问题啊，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你要考虑到波快撞波慢的时候，有一个180度角相位差。好，那这边是波慢撞波快，所以没有180度角相位差。好 ，OK， 所以唯一的问题就在这边了，其他你大概都会了，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是两个介质的，两个介质材料，然后放在一起，然后呢，一样是单波长光源射进来，然后要做干涉的哈。那这个两个介质，我们就刚好要用两种材料，第一种材料就是用玻璃哈，那第二种材料就是用这个水哈，水也是有一个这个 index of refraction 哦，这个是水，然后这是玻璃哈。那一样就是要注意那个波快撞波慢的问题啊，所以哦这边的干涉当然是一般都是薄薄的东西在做干涉啊，所以哦理论上就是水比较薄哈，就是做在水上做干涉，那一样会有一个波快撞波慢，哦这是第一道光哦，然后第二道光会讲会下来。多走这个地方，然后讲，然后再回去。好，第二道光。好，那你要先讲，先确定好波快撞波慢的时候是180度角，然后在这里跟这里的比啊，你就要看 index of refraction 啊。这个水的话是 n 等于 1.33， 这个 glass 哈玻璃是 n 等于 1.5， 所以谁比较快，在哪个介质里面波比较光波比较快，在水里面快还是在水快，所以你就要判断又波快又撞波慢啊，所以反射波快是180度，所以这时候已经各有拍啦，哦，那它的加强性干涉是什么时候发生，就是水的厚度啊，假设水厚度是 T， 就 2T 除以你的光波的波长乘上二拍，然后讲是二拍的整数倍的时候就是量啊，哦，然后如果是是这个 m 加二分之一或者2 m 加一都可以，就是奇数倍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暗的哈 ，OK， 所以马上可以判断出这个亮暗干涉的一个结果了哈，所以这个是重点就在什么，在波快撞波慢或波慢撞波快的一个反射波啊，有没有180度角的。这个相位差的问题哈 ，OK， 好，所以这个是我要讲的重点哈 ，OK， 那后面最后还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练习题啊，那我们这一章剩下最后一个议题而已了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干涉的问题，就是要注意波比较快撞到波比较慢的介质的时候，它反射的时候会有一个。180度角的相位差，那它180度角相位差完全可以从绳波，哦，绳子的绳波可以算出来，哦，那中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反射波的一个振幅，哦，B， 你算出来会小于零，小于零的话就代表可以把这个负号变成什么？变成加一个180度角的相位角，加到这个 kh 减 omega t 的这个波函数的这个括号里面去了，所以会后来就用一个180度角相位差的概念来代表负号了， OK， 好，那有这个概念之后，你可以算很多简单的问题，比如说下一个 example 它告诉你说，你如果怎样，如果把两片玻璃，然后呢这个一边怎样，一边你就是让它紧紧靠住啊，另外一边你可以用个方法，譬如说你放一张纸啊，或者是放什么垫在里面，所以就可以这样造成一边有一个小小的高度，另外一边是完全没有高度了，那这样子的一个装饰，你就从上方往下看就看到什么，看到你看到会看到这个一亮一暗，一亮一暗，一亮一暗的这个纹路，哦，那为什么会有一亮一暗，一亮一暗的纹路，哦，那一定是来自于两道光的这个
这个光程差。好，那一般来讲都是什么？都是在最薄的那个地方，好，在那个地方会产生这个干涉的一个效应，好，所以譬如在最薄的地方产生干涉效应的话，在这个地方叫光程差，叫光进来，然后光又出去，好，然后这一定什么？这一定会是第二道光。哦，然后那你就要去找第一道光，第一道光是怎样？就刚好在原本的地方，哈，这进直接撞到这个玻璃界面，第一道光，哈，然后之间就会有这个干涉的问题。当然，这边的话会是什么？会是这是波快波慢了，然后这波慢又进到波快，所以这个反射角应该是这样，应该是没有180度问题，哈。那反而是什么？反而是后面这个会有180度角的问题，哈。那所以它的什么？它的仔细计算的时候，你要考虑到180度角问题。那现在是要问你其他问题，问你说，它到底有几条了哈？几条亮纹暗纹的问题哦。所以如果你要算亮纹暗纹的话，啊，你就可以这个暂时不管这个180度角，但是当然你会影响到第一条是暗还是亮的问题啦。OK， 好，所以这个问题它是要告诉你说，假设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装置哈，然后我每单位强度可以看到多少条亮纹，那可不可以算一下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 OK， 好，那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理论上这个干涉的产生是什么？是主要是来自于这个第二道光多走的光程差，所以是往下走往上走，所以你可以假设它到达什么？到达最边边的时候，然后它的这个厚度，它的这个厚度是 T， 假设是 T，OK，okay，那这时候它的光程差就是 2T， 怎样再除以这个波长，这光的波长，然后再怎样在这个乘上这个2π 了，是光程差。但是呢，到达这个地方有几个亮纹呢？它的数字就变成数字，多少个亮纹就变成2t 除以难达，如果是10倍的波长的话，就会有这个10个亮暗纹，如果9倍的波长就有9个亮暗纹，所以第一个你可以去估计它大概总共会有多少个 n 这个数字可以估出来， OK，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可以讲利用这个小角度的一个那个近视值的概念，所以就主要是为了要去算那个单位长度的这个 n 有多少，所以我们要去利用那个小角度近视值，所以这边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角度，那角度我们说假设是一个西塔角，那西塔角的话刚好这样，刚好就可以从它的这个长度 l 跟 t 之间可以把它表示出来，所以在角度很小的时候，西塔上西塔角约为西塔，那这原本的上西塔角是等于这个T 除以这个L 所以这时候你会找到这个关系了，就西塔角约为 T 除以 L 的关系，那有了西塔角约为 T 除以 L 的关系的话，你可以讲，你可以再把这个角度，因为实际上这个角度你是可以测量到的，角度可以测量到，那可以测量到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厚度把它换掉，所以你刚刚的这个多少个你看到多少个亮暗纹，这个 n 可以稍微换一下，变成是难达分之两倍的，然后把这 t 换什么？换成是 l 乘上西塔，所以是 l 再乘上西塔，然后最后你就可以估出来，就是这个 l 就是总长度了，然后这个 n 就是你看到了几个亮暗纹这个数目，那你要算这个数目，当然就从最边边这个厚度 2t 来算出来，这总数目应该是这个 2t 除以这个波长的数目， OK， 那最后它只要叫你估一下，估说这个单位长度的这个亮暗纹的数目是 L 分之 n 那等于多少，你可以把它搬过来，答案就变成是这个难达分之两倍的角，所以你可以估计出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装置，你上面看到亮暗纹单位长度的亮纹数目是多少，那当然更 detail 第一个是亮纹还是暗纹，这个就要考虑180度角的问题， OK， 就是更 detail 的问题你就要想
这个180度角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说树木一多了，你就可以不用管它那个180度角的这个相位差哈、哦。OK， 然后最后一个 section 它讲的是麦克森干涉仪，然后麦克森干涉仪现在，你们做服务实验有做到这个吗？有做到是？那你们大概知道，就是，哎，调那个距离，结果那个距离多敏感，就大概差多少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 N， 就是。差多少是吧？距离差多少？它基本上一开始调到你看到一个圈圈嘛，对不对？然后后来你就开始动嘛，动一个的话，它的圈圈会慢慢变大或变小，对不对？你是对啊，然后变大又回到原来的位置的时候，问你这个长度是多少？这长度大概多少？啊？不晓得。创物实验哈 ，OK， 好，多少的长度你们晓得？就是没有做麦克森干涉仪吗？有。那麦克森干涉仪不是一开始看到一个麦克森的那个 pattern 不是吗？一圈一圈的，然后后来你就会调那个距离啊，一调，然后那距离调多少的时候，它那个 pattern 会再恢复原来的，因为它距离一变的话，有没有？它两个干涉会造成 pattern 会变化，你们都不记得那个数字，好 ，OK， 所以你们 ，OK， 好，所以你们做实验是做真的是 for fun 哈，就是很好玩 ，OK， 好，好，这些都是基本的物理概念啊 ，OK， 好，我们现在进到第38章哈，那38章的话跟37章的概念是一样哈。啊、不过呢，他要慢慢的把这个干涉绕射的这个游戏哈，然后推广，好推广下去。那第一个概念就是说，你从前有学过这个单狭缝对不对？单狭缝会有绕射问题。那从前我们在学单狭缝绕射的时候，我们是用很简单的概念看对不对？哈，我们看法就是说啊，你下一个狭缝的宽度，哈，单狭缝单一个缝位哈。那这宽度，你说假设它这个宽度是 A 哦，那宽度是 A 的话，最后你就看到这个 pattern 啊、哦，那 pattern 的话它很特别，是中间好像两倍宽，对不对？然后再来是一倍宽的这个概念，好、哦，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 pattern 啊、哦，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 decay 很快，哦 ，decay 很快，啊、哦，那。你之前的解释方式就是什么？就是哎，这个在中间好像两道光就没有所谓的光程差哈、哦，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这样，如果到这边是暗纹的话，你就解释说这边这一道光跑到这里，好、哦，然后分成另外一半这道光跑到这里来，好、哦，然后因为这个相交性的干涉，那相交性干涉当然有一些原因嘛，就为什么相交干涉嘞哈？哦你现在把这两道光各分一半了嘛，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它的距离就是什么？就是二分之 a 了哈，就是把它当作双狭缝啊，两道光的这个位置哈，把它当作两个狭缝哈，两个狭缝的距离 d 来看二分之 a 哈，因为你已经假设切一半了嘛，那它在中间的位置就是大概四分之 a 哈，这个在四分之 a 位置，好，然后这两个距离就变成二分之 a 了哈 ，OK。好，然后当初在讲在算出这个暗纹的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个啊、哦，第一个暗纹就是什么？就是二分之 a， 好、哦，那一样这边有一个相似三角形，对不对？好、哦，啊，这是二分之 a， 然后的角度是西塔角，然后这个就是光程差，所以二分之 a 乘上 sin 西塔角，那 sin 西塔角还是一样，就是这边长度是 l， 这边是 y 的话，还是一样跟 l y 除以 l 有关的哈、哦、，OK。好，那暗纹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波长的一半啊，是二分之难打哦，正二分之难是就这个地方哦，所以就是可以找到这个暗纹处哈、哦，第一个暗纹或第二个暗纹处哈、哦，可以相继找出来。它是 a sin 西塔，刚好等于什么？刚好等于 m 倍的难打，这边的 m 可以什么？可以是等于正负一啊，正负二，好，正负三。好，点点点下去，但是 m 不可以等于零哈，
哦，他都跟你讲说，哎 ，M 等于零的地方是怎样？就是没有光程差，所以一定是相长性干涉。哦，所以这边这一包会特别大，哦，特别宽。哦，那到底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产生？哈，这后面就要用菲舍去算。哈 ，OK， 那一般来讲会有一些练习题的，譬如这 example， 它会告诉你说，你可以算算看啊，算算看这个暗纹的位置是多少，它给你一些波长的资讯啊，等等的，哦，请你找一下这个在什么样高度底下哈，会看到这个暗纹哈，第一暗纹或第二暗纹等等哈 ，OK， 那个那样的练习我们就留给你自己去看就好哈。我们现在接下来就要算这个为什么它这一包这么大哈。然后为什么它会随着 Y 的高度会强度会 decay 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要学的一个重点了哈。OK，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算那个 intensity 了哈，就是单狭缝绕射的这个强度随着 Y 的这个高度的一个变化。当然，这个 Y 的这个高度你可以换成什么？换成 face 的哈，向角哈，所以你可以找到这个face 的问题。好，因为它的 face delta 会等于什么？一开始的这个 face delta 会等于这个二分之 a 乘上 sin 西塔。好，然后你最后再把什么？这是二分之 a 乘上 sin 西塔，然后这样，然后再除以难打。再乘上二拍，好，然后最后再把这sin西塔来换一下，sin西塔换成这个 y 除以这个 d 哈，所以哎这个再换一下，变成是一个 y 再除以 d 哈 ，OK， 想象中好像应该 face 是这样，不过你等一下看一下，应该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哈，这 face 就是实际上的这个绕射哈，不是两道光的绕射哈，就是你从刚刚看这两道光的绕射的话，它的 face 可以这样看，但实际上这个绕射形成原因哈，你看它中间这一包很大，然后旁边会 decay， 那这个是有特殊原因哈。那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一下，就实际上是讲是很多的这个小的光做干涉。所造成的这个绕射 pattern 不是只有两道光而已，是很多道光的这个绕射哈。OK， 所以一开始我们假设说，本来是一道光那样射出去，对不对？那一道光我们说啊，假设它的这个振幅就是 a maxima， 好，然后乘上一个 sin kx， 我们来听，哦，一开始是一道光，那一道光的话就算不出。干涉绕射的结果它强度平方以后就没有什么效应了，答案就是不随高度变化，算不出什么结果了。那两道光可以简单解释暗纹了，但是解释不出强度的问题，所以真正的这个计算必须要回到它实际上光这个光的这个波峰的那个线，对不对？波峰你可以分解成很多很多道光，把它分解出来，所以你把它分解成很多道光点，然后每一道小的光要做干涉，在这个布幕上做干涉，这边有个布幕，然后他们过来的时候都要做干涉，过来这边做干涉的一个现象，那干涉之后可以去测量，随着 Y 的这个高度，它的这个干涉的这个造成的强度的变大或变小了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把它分了哈，把这一道光把它这样，把它分成 n 等份，分成 n 等份 ，n 道光，那每一道光的大小，我们就说假设是 A 0哈，所以分成 n 道光以后，这一道光。大小就变成是一个 a 0，然后sin kx omega t。OK， 好。那如果它都是往前射的哈，那当然没什么问题了。往前射的话，就大家都是光程是一样远的，没有任何光程差。
哦，所以脂质色没问题哈、哦。这个在 Y 的零的地方你就知道是加强性干涉没问题哈、哦。OK， 那你要看的是什么？是偏离原点的地方，好、哦，有 Y 值的时候，它到底这个随着 Y 的高度变化的时候，它的干涉绕射的问题啊。所以你要脂质色的不用管它啦。那现在要看什么斜斜射的问题，斜斜射问题，那斜斜射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它在某个高度、哦、这个是对称位置、哦、在这个地方不用理它、哦、在这个高度你就要看说它 会强度会不会有增强或者相消性的问题、哦、所以你要看斜斜的问题，好，斜斜的问题，那斜斜的射过去的话你就会讲，你就会第二道光跟第一道光之间就会有光程差了，比如说第一道光是这样的话，第二道光、哦、这边就可以画一个三角形，对不对、哦、这里就会有一个光程差 Delta， 然后再下来又有一个光程差两倍的 Delta， 再下来三倍的 Delta， 对不对、哦、你就可以找到光程差、哦、所以第二道光就是什么，就是 A0 sin kx omega t 加 Delta，第三道光就是 A0 sin kx omega t 加2 delta， 然后这样，对对对对，最后一道光应该什么？应该是 A0 sin kx omega t 再加什么？加上 n 减一啊 ，delta， OK， 对吧？顺便把它分成 n 道光，然后 n 道光要做一个干涉的一个这个实验哦，在这个地方。做波函数的叠加，然后呢，再把它讲，再把它强度算出来，然后 OK， 好，所以很明显的，你把原本那一道光是振幅是 A max 嘛，哈，把它分成 n 道光，所以你很明显是这个 A max 嘛，应该等于什么？等于 n 倍的 A 0哦，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最后这个 n 减一 delta 哈的部分。好，理论上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第一道光跟最后一道光之间的什么的光程差哈、哦。那啊、因为这个 n 减一 ，n 假如很大的话 ，n 减一可以讲可以视为一的、哦、所以我们把这个啊、总就第一道光、最后一道光的光程差，把它简单的视为好、哦，本来是 n 减一倍的 delta 哈、哦，我们把它简单的视为 n 倍的 delta。然后呢，他讲他的这个角度大小，我们让它等于一个 phi 啊，所以 n 倍的 delta 等于一个 phi，OK、okay。好，然后下一步就这样，就开始来用 phasor 来算这个 n 道光的一个叠加的一个向量和啦哈。所以一样就是这样，就是要找出一个二维的一个空间，然后利用 phasor 来计算啦。那第一道光本来是 sin k 球没问题，应该是一个 alpha， 本来是一个 sin alpha。那我们之前讲到说，就是你可以让 alpha 等于零比较好算，所以第一道光应该就是什么？就是假设就是在 x 轴上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a 0的大小，好 ，a 0的大小，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向量。往 X 轴射过去，然后第二道光跟第一道光之间就差一个 delta， 所以理论上应该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角度，好，这边一个 delta 角，然后再来下一道光又有一个什么，又有一个 delta 角差，那下一道光又有一个 delta 角差别，那下一道光有 delta 角差别，那下一道光，好，那总共有 n 道光的，你要画很多的这个向量，那它每个大小是 A0， OK， 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第一道光跟最后一道光的差相位差应该是什么，应该是 n 减一 delta 约为 n delta， 所以我们可以讲可以把第一道光就是这样，原本这个地方，然后最后一道光、哦、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它之间会一个角度，那因为 n 很大的话，大概什么？大概是也有 n 倍的 delta， 哦，就等于 phi 哦，所以你可以找到这个关系式哈、哦。OK， 然后再来的话，你就什么？你希望
算的是什么？算的是这些向量加起来以后，好，从头到尾的一个和向，所以这最后这个东西是你要的，好，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好，和向量，它和向量你现在不知道，你先假设它正负就是 a， 然后假设什么？假设这个正负 a 的话，就是你想要算的这个大小了哈 ，OK， 好，然后。再来我们就要去算出这个 A 到底多大了 ，A 的大小是多少？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角度的问题，一个是 A， 还有一个是西塔角，所以这边还有一个角度，这边还有一个角度西塔角，那刚好这个角度西塔角，你可以仔细看，就是说这边如果是它的什么，它的 A 零都很小，然后密密麻麻接起来，这边会什么？会是一个类似一个圆弧了，一个圆的弧长，然后这个圆的弧长的话，你可以找到这两个这个切线，对不对？圆的弧长的一个切线，然后你可以讲，你可以去找一些辅助的一个关系式的辅助关系。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边有一个角度，那这个三角形基本上应该是等边三角形。所以这个角度刚好等于什么？刚好等于二分之 phi 哈，这边可以找到这个是 phi 角的一半哈，二分之 phi 角 ，OK。然后另外什么？另外这个我们可以讲，可以按照这个切线的地方去讲，去找回整个圆弧的一个半径哈。在切线的地方，如果与切线的地方垂直的话，垂直的地方你可以讲，可以找到这个半径。半径，找到这个半径，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什么？利用这个半径 r， 然后利用这个角度 phi， 然后来解这个问题了哈。接下来下一步就要解这个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我的弧长可不可以算出来哈？弧长。弧长的话，因为你假设它每一小段是 A0， 对不对？那总共有 n 倍的 A0， 所以这 S 就等于什么？等于 n 倍的 A0 啊，可以找到这个弧长。那找到这个弧长之后呢，你可以讲，你可以利用这个半径跟角度之间的关系，所以这边会有一个这个半径，然后弧的这个长度，然后这边会有一个角度，然后刚好这个角度又是什么？又是等于这个因为这边是90度角180度角然后这个加这个是180度角那这个加这个180度角，所以这个 phi 角刚好等于这里面这个 phi 角，所以这个角度刚好是 phi 了 OK， 所以你可以找到这个弧长半径跟角度之间的关系那一般来讲就是半径乘上角度 phi 就等于什么？等于弧长 s 啦，所以第一个问题可以先解出来 r 乘上 phi 等于 s， 那 s 的话要刚好等于什么？等于 n 倍的这个分，就是你把它细分的这个波的这个振幅 a 0，把它细分成 n 等分。那实际上细分之后，是怎样？是跟细分之前的那个振幅有一个关系 ，A maximum 就等于这个n 倍的 A 零 ，OK。所以你可以马上找到第二个关系就是什么？就是你用来解问题的这个半径半径刚好等于什么？等于你原本照进来的光的振幅再怎样，再除以这个角度 phi OK。那找到这个关系之后呢，我们后面会把这个 r， 因为这 r 是我们用来解问题暂时使用的一个参数，后面会把它拿掉 OK。 好，所以利用这个 r 之后呢，我可以讲可以算到我总波函数的振幅，所以我这边 a0 这样相加，波函数加下来，那加完以后答案等于什么？答案会等于总波函数就是 a， 然后 sin， 然后 kx 减 omega t，
然后再加上那个相位啊，相位它这边也算出来了，二分之 phi 角哈。OK， 那 a 是多少啊？这是我们要算的这个重点，就是说总波函数算出来，我才可以算这个啊干涉绕射的问题了哈，对不对？总波函数算出来后，就把它强度就是它的平方哈，才可以算出干涉绕射的问题。OK， 所以我利用什么？利用这个三角形哈，就是这个phi角，然后的，然后把它做出直角三角形，然后可以算这个角度是二分之phi，那这 a 就可以算出来哈。所以我利用这个 r， 然后来算出 a 了哈。所以 a 哈这个总波函数的这个振幅哈 ，a 大小刚好可以等于什么？等于这个r 乘上 sin，r 乘上这个 sin 二分之 phi 哈。r 乘上 sin 二分之 phi， 然后怎样再乘以两倍，然后这 r 只是我的过渡期哈，这 r 是我的辅助的一个计算的一个半径哈，后面会把它拿掉哈，所以 r 怎么拿掉 ？r 就用什么？用原本的总振幅除以什么？除以这个 phi 角哈，那个 phi 角是已知的 ，phi 角是什么？就是第一道光跟最后一道光之间的相位差，就是第一道光就是这个哈，最后一道光就是在这边，那相位差就是这个值哈，那这个值大概是跟什么？跟你的这个狭缝的宽度乘上这个 sin 西塔有关哈，所以最后还可以再把这个phi角的部分可以再把它 link 起来哈 ，OK， 好，所以呢你就得到什么？得到总波函数的振幅等于什么？等于这个 2R sin 二分之 phi， 那 R 要拿掉 ，R 把它换什么？换成是 A maxima 除以 phi， 所以变成两倍的 A maxima， 然后除以这个 phi， 然后再乘上 sin 二分之 phi 了哈。OK， 好，所以这边我们就得到了一些重要的讯息了哈。第一个讯息就是说，当我的原本的波用 A maxima 射进去的时候，我们把它分解了哈，原本是 A maxima， 然后 sin k s omega t 的这个波，那这一道光没有办法造成干涉绕射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把它分解成多道光。那分解成多道光的话，它每一道光的这个振幅就是 n 分之 a max 啊，然后第一道光还可以假设是 sin k omega t， 但是第二道光如果你偏移有一个 y 的高度的话，第二道光就变成是 a max 嘛除以 n， 这样就要多了一个什么？多了一个角位哈，减 omega t 以外，还要加上一个 delta 哈。那当然最后一道光就会加上 n 减一倍的 delta， 然后这个前面是一样 a maxima 除以 n， OK， 那分解完之后我们要算什么？算干涉绕射，一定要算总波函数，总波函数是多少？所以这边最后要算一个什么？算一个波函数，总波函数是一个，一般你可以写成一个 psi total 哈，总波函数。那总波函数就是每一个相加，就 n 分之 a maxima， 然后第一道就是 sin k omega t， 加点点点，加到最后一道就是加到 a maxima 除以 n， 然后呢 sin k x 减 omega t， 再加上 n 减一的 delta， OK， 每一道光通通都把它加起来。那每道光都加起来我不会算，我就只好借助于什么画图法，这个菲舍的方法。那菲舍方法就是，第一道光是这样没问题，第二道光有个小小 delta， 第三道光两倍的 delta， 第四道光三倍的 delta， 对对对，一直到这个最后一道光就是 n 减一倍的 delta。 那第一道光跟最后一道光之间的这个像角度差，这原本像这样，后来变到转到这边过来，就一个角度差，那角度差就是 phi 角，就是约为 n 倍的 delta 的角度。好，然后接下来我就要讲，就要找一个辅助线啊，那辅助线就是半径啊，没有这个半径我就没办法解。那为什么会有半径呢？
因为你这个弧，因为你这个线段缩到无穷小以后，然后一直有一个小小的角度差，这样子连接起来就讲像是一个弧一样。那只要是圆弧的话，你就可以讲可以利用这个切线啊，切线可以找垂直，对不对？然后可以找到什么？找到圆心，好，所以心要找出来，好，圆心。那圆心找出来后，就有半径啦，半径。好，那有半径的话，你就可以算出第一个向量到达最后一个向量之间的和，就是我要的总波函数。所以这边加起来后，会有一个总波函数。哦，总波函数就是什么？就是 a 啊 ，a 乘上 sin k 减 omega t， 好，加二分之百，好，所以最后的参数就是什么？我要整理整理，要把 a 算出来哈。最后就是要把 a 算出来，然后要把什么？把那个角度那个 phi， 好 ，phi 把它换成 y 的这个高度差而已哈。OK， 所以最后我们就算出 a 来哈。a 的话就是刚好等于什么？刚好等于这两段相加嘛。那这一段就是什么？这段就是半径乘上这个角度，这角度就 phi 角的一半哈。所以这边。整个大角是 phi 哈，然后一半的角度就二分之 phi 哈，所以变成半径乘上 sin 二分之 phi 哈，然后两倍哈，两倍的半径乘 sin 二分之 phi， 所以你找到了这个 a 了哈，找到这个 a， 那找到 a 了以后，你就可以讲可以算出最后的强度。那这边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哦，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算完，就是说这个强度是跟波函数的平方有关，对不对？波函数平方，对吧？总波函数算出来后，总波函数在这里，算出来后，它的平方就是强度嘛。好，可以吗？哈，那我假设原本的这个 a maximum 就有一个强度，啊 ，a maximum 那一道光如果没有干涉的话，就有一个强度，那强度就是 I0 哈。那干涉后跟干涉之前的强度的比例，我就可以讲用干涉后的振幅除以干涉前的振幅再平方就好了，对吧？它跟波函数啊，波函数就是这个东西 a 啊 a sin 这个东西，那主要就是这个振幅啊。好，那干涉前是 a maximum 啊。好，干涉后是 a 啊，所以我后干涉后的强度应该就是 a 除以 a maximum 啊。好，那它本来就是一个波函数平方嘛，所以就振幅的平方，对吧？哈，我可以这样估计嘛，就是原本 a maximum 的强度是 I0 啊，那后来的干涉后的强度是振幅是 a 嘛，那我要算的话，就要用它的振幅除以原本的强度。的平方就这么简单哈 ，OK， 可以吗？好，这原本没有分解成 n 道光啊，所以是波函数是这样，它的强度是这样，它的强度是等于正常写法就是光速 U 一。就是我说第34章写的，然后怎么算？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波函数怎样？光速，然后 UEM 就是什么？就是有两个嘛，一个电场，一个磁场。哦，那电场是长这样。哦，然后我们说过，那个电场能量跟磁场能量是一样嘛，所以这边应该要乘上什么？电场的能量就可以。电场能量什么？是二分之。epsilon 零，啊，这个平方，哦，这平方就是 a maximum 平方 ，sin 平方 ，kx 减 omega t， 啊，那实际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强度呢，啊，因为这个。电场跟磁场是一样大，所以我们都会乘以两倍了。那实际上你看到这个强度的随时间还有随位置在震荡，那你平常看到光的强度有没有在震荡？看不到它震荡，因为你看到是一个平均值，
啊，所以我每次都会画一种，画一个这个东西。好，啊，画这个就是平均的意思。好，那平均完以后就是什么？就是光速还是写 c 嘛？然后这个照抄嘛，二分之 epsilon 零 a maximum 的平方。然后这个东西平均完以后，我们就不用再算了吧。平均就是 t 分之一 g 分零到 t， 然后这个函数，好，然后你要做时间的平均的话 ，x 就等于零就好。好，那算出来的答案是二分之一，好，就不算了。OK， 但另外要乘以两倍，乘两倍是电场能量和磁场能量是一样的，它乘二分之一是平均值，好，可以吗？所以一定是它的平方啊，正负的平方，可以吧 ？OK， 那就简单了，正负平方。好，所以我最后的强度跟原本的强度差，好，一定有一个比例，那比例是什么？就是正负平方。好，后来的正负，原本的正负比例的平方就出来，对不对？好，这个应该34章的问题哦。哇，好像讲了好几次，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波函数平方就是强度，好，然后后面就是量子力学就马上进来，波函数平方的平均值就是发现粒子的几率，哈 ，OK， 好吧，后面再讲啊，就是接下来就是这个除以这个，这是这个话就是什么？就是 a 就是那个数字嘛，1/2 分之二 a maxima， 好。I 0然后 phi 分之二 a maxima psi 二分之 phi 的平方，那除以 a maxima 把它除掉，答案变成psi 二分之 phi， 然后下面写成一样的二分之 phi， 然后的平方，可以吧？好，然后最后一步就是把 phi 再换一换了以后 ，phi 把它换回那个相位差以后，那个 phi 刚好等于什么？刚好等于a 乘上 sin 西塔，所以 phi 把它换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a 就是宽度啊，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最后一道光第一道光的这个像光程差，所以这个就是 a 乘上这个 sin 西塔角，对不对？好，就这个 phi， 好，所以下一步就这样，就把它换一换啊，换一换换进去，好，换进去变成什么？变成是这个 phi 角就等于什么？等于二派，然后乘上 a 乘上 sin 西塔，然后再除以波长，好 ，OK， 好，所以我们把它换，把 phi 角把它换成这个西塔角，好，然后换完以后怎样，就可以再把它换一下，变这边变成lambda分之二派 a， 然后呢，实际上什么 sin 西塔就是什么，就是那个这个 y。除以布幕到这个单狭缝的距离，所以就是啊 b 分之啊，这边没有写 ，OK， 我们自己定义好，好 d 好或者 l 好 l 分之 y 啊 ，l 分之 y 啊，所以它随着高度就会讲，就会亮啊亮啊亮啊这个变化啊，好，所以最后这个强度啊 ，I 就等于什么？哦，重写一次 I 零。然后把它带进去了哈，这个就是 sin， 哦 ，phi 角除以二就是这个了哈 ，pi a y 除以 lambda l， 然后再除以什么 ？phi 角除以二是 pi a y 除以 lambda l， 然后最后平方了哈 ，OK， 那这个函数就很有趣哦，怎样有趣嘞？你看一下哈，它的特殊点在于，在这个 y 等于零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这个有趣的现象。正常应该 sin 零等于零，对不对？好 ，sin 零等于零，对不对？好，所以在 y 等于零，感觉上应该是暗稳哈，它实际上不是。好，为什么？因为你看到这个强度什么，这边是 sin。零除以零，好啊，这个零除以零的东西你们学过吗？
学过还好哈 ，OK 哈。所以 ly 西塔趋近于零 ，sin 西塔除以西塔，那答案什么？答案就是上下微分嘛哈 ，cos 零，答案就是一，太好了哈 ，OK。所以中间的强度是 I 零哈，并不是暗纹哈，你看到这个很特别，好，然后再来就第一暗纹、第二暗纹的地方，所以中间是两倍的这个宽度 ，OK， 好，没想到我算了那么久 ，OK， 那最后就是你还可以把单狭缝跟双狭缝两个这样把它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实际上就是 copy 上面的计算了，我们就简单看一下而已 ，OK， 好，所以假设。现在的狭缝怎样？稍微复杂一点点哈，就说你要考虑这个缝的宽度是 a， 然后又要考虑这个两个狭缝的距离是 d， 那这时候应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pattern 哈？那当然知道这个两个狭缝的 pattern 就是什么，就是这样子的 pattern 哈。然后另外，如果一个狭缝的 pattern 就是什么？就是，好，那问题就是说，到底是这个周期性是谁大谁小哈？那我们仔细 check 了一下，我们发现到说你的这个 d 啊，这个 d 的这个d 越小的话，它的 y 怎样 ？y 会越大，因为一般来讲你之前在写狭缝干涉对不对，有一个 d sin 西塔等于 m 倍的 lambda 对不对，好，然后这 sin 西塔可以把它换成什么，换成是这 l 分之 y 对不对，好，所以你发现到说这个 y 是怎样， y 是 proportional to d 分之一啊，这个 y 亮暗纹出现的地方 proportional to d 分之一，然后也在单狭缝的地方的话，你就发现到 y proportional to a 分之一，所以找到这个 information 以后，你可以去画出真正的图来，你发现到说这个越大，它的亮暗纹的就越密，这个越小，亮暗纹的越疏，所以第一个先确认这个问题，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画出这个单狭缝跟双狭缝之间，这个结合起来的这个干涉条纹，所以因为 A 是比较小的，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它的这个周期会比较宽了，所以它得到一个 pattern 应该就是比较大的哈。然后再来这个 d 比较大，所以它得到的周期会是比较小，所以你把原本的这个绕射的 pattern。再怎样，再经过两个狭缝的干涉，所以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图，OK， 所以这个白色是这个类似一个波包了，把它包起来的概念而已，那甚至你看到的话，看到这个黄色的亮亮亮的图了， OK， 然后另外它的什么，它的强度随位置变化，你就结合起来，把双狭缝跟单狭缝结合起来，就可以算出它的强度变化。所以，假设最后的总强度跟原本的强度之间会有一个关系式，那关系式会是什么呢？第一个一定什么？一定是有双狭缝嘛，双狭缝一定是原本一个 cos 平方二分之 delta，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随着 delta 就是跟 y 高度有关的，然后慢慢的这个强度会亮亮的变化，然后再来要讲还有单狭缝的这个绕射，单狭缝绕射的话就我们刚算出来那个东西，就是 sin 二分之 phi 再除以二分之 phi 然后的平方值 OK， 好，所以很简单啦，就是把它乘在一起了，就是你最后的两个这个绕射条纹，随着高度变化，当然这边要换成高度了，要再跟刚刚一样把这个 phi 换成什么，换成这个
高度哈 ，A 跟 A 有关的这个讯息哈 ，phi 变成这个二派 AY 再除以 lambda L， 然后一样到底这个 delta 也要换成这个高度哈，然后最后就可以 exactly 描出来这个强度随着 y 的高度的变化哈 ，OK， 好，所以绕射哦本来应该很简单哦，你从前学过这两道光，然后你可以找到第一个暗纹、第二个暗纹、第三个暗纹，那我们把它讲得很难哦。用phase的算，然后算出这个强度随着 y 的高度的改变哈 ，OK， 然后你可以完全把实验结果通通都描述出来，好。那最后一个概念是什么？是利用绕射，你就可以去算解析度问题哈。可能等一下下课了哈，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就好。什么叫利用绕射算解析度问题？好，因为你现在看到，只要经过一个狭缝就有绕射，好，任何点光源经过一个狭缝会有绕射，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边有一个狭缝，如果这边有一个光照过来，那它就会讲，它就会形成绕射的 pattern。就一定会有这个 pattern。好，那这是狭缝化是这样的，那如果是这个一个洞呢，好，一个光照过来一个洞的话，好，这个啊很有趣哈、哦，如果是一个洞的话，我看到就是一个亮的一圈一圈一圈，然后呢，这里头的物理来了哈、哦，就是说这个洞。因为是柱状坐标，然后光经过这个洞之后，柱状坐标算出来答案，我去翻一下，球坐标的答案是什么？球坐标的答案是有一个 legendary 的 special function， 然后柱状坐标的答案就是什么？就是 Bessel function， 看它的答案就是 Bessel function 的结果，所以你会说，哎，学 Bessel function 要干嘛？因为你没有让你做这个实验，你如果做，哎，看这很有趣，然后就去算啊，这个贝多芬的第一个 minimum， 好、哦，这个值刚才 1.2， 哎，那你就会学贝多芬了。结果很可惜，我们做了四年，你没有去做这个实验，所以你又不知道学什么贝多芬，对不对？好、哦、，OK， 好，所以我们下次再讲啊，就是说。可以利用这个答案呢 ,1.2 倍的这个答案哦，你可以去估计你的解析度了哈，看到那个光或者看到光的位置的一个解析度问题。OK。应该下课哦。我们先下课然后下次再继续讲。